其实是一种闪电，高空闪电。我拍星空拍了4年多，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不仅是我第一次见，而且也是很可能也是国内能够目击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个红色精灵闪电。理论上来说，如果你能拍到这个东西，中彩票一样难。我们这次就是那种一两分钟就一个，然后甚至还有那种就是连续4-5个同时出现在一张照片里面。当时是安九在那边拍的时候，他感觉后面有东西，一回头然后看了十几双眼睛就瞪着他。当时我也没有看见狼，但是我们在收相机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就从我们身边就跑过去了。表面上很淡定，但是其实内心非常的慌。有好康，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送水神是一举两得。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3种好康的组合，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那么防疫不能等，赶快上快点购来买，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